在大东夜市摆摊的摊商朋友们哈，因为这个夜市现在还没有申请许可通过哈，所以你们在这边摆摊哦，这个夜市是违法的哈，麻烦一下，麻烦一下哈，你们赶快把你们的摊位撤离出去哈，麻烦一下哦，这个夜市目前申请许可还没过哈，麻烦一下，你们赶快把摊位撤离哈，把摊位撤离哈，我们未来也会不排除断水断电哈。如果你们来注意这边摆，我们会开单，好，麻烦一下。此夜市在尚未取得我们台南市政府许可以前，哈，是不可营业的。好，既然是违规的夜市，哈，我们政府为了展示我们的公权力，我们一定会做出必要的处置。那我们今天带队来这里，主要就是要阻止摊商来进行这个营业，哈。所以等一下我们要拜托一下我们的同仁，哈，来阻止摊商进入，跟在现场已经摆设的摊位呢，能够实施把他们驱离。如果还是不听劝导的话，哈，我们市场处也会寄出一个相关的一个裁罚，并不排除来实施断水断电。依照我们台南市他们管理自治条例，哈，我们将会处以业者1-5万元的罚锾，哈，而且是不分次数的裁罚，哈。然后最后我们会寄出我们的铁腕措施，来不排除断水断电。我们在52台被撤照，我们在 YT 被限流、被黄标，我们在脸书被检举、被降触及，我们全都遇到过。但我们不放弃，让真相被听见、被看见。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 App， 这里永远不断线，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。这个 App 好贴心，中天的新闻、直播和节目全都在里面，一次满足。